七夕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家都有什么安排呢？如果想和小伙伴一起玩游戏，那正好可以看看今天这期视频。迄今为止十多个最好玩的双人协作游戏推荐。掐指一算，距离上次我做双人游戏推荐已经过去4年了。当时最推荐的有经典的《胡闹厨房》《危险时空的恋人》等等，那些游戏都是限制在 Switch 本地双人的范围里。但今天的推荐就不同了，我选出的是全部平台上本地或者联网的双人合作好游戏。这些游戏要求的配置都不高，只是要有朋友而已嘛。好，那么4年过去，又多了哪些好玩的双人游戏呢？首先是第10名，胡闹搬家1和2。事实证明，考验默契的热闹游戏是真的很受欢迎。胡闹厨房还不够，还可以胡闹搬家。你们扮演2个搬家师傅，把房间里的各种东西搬上搬家车。至于是怎么搬的，什么精致搬家、日式搬家，不可能的。比起搬家师傅，更像是来打砸抢的悍匪，所到之处片甲不留。如果说胡闹厨房主打各司其职的默契，考验分工和效率，那胡闹搬家就是更精良可爱的单价拍档，考验两个人做一件事是不是一条心，先搬哪个，如何过门，如何装车，车上空间怎么安排，都需要两个人齐心协力。哦，那羊呢？哎呦，耙子把我打着了，哎呦，又打。说起来，其实这些手忙脚乱、上蹿下跳的游戏完全不会导致分手。真关系好的朋友或者情侣，有的是配合很默契，有的呢是对对方有多坑心知肚明，毫不意外，这也是一种默契嘛。对了，这些游戏里面，《胡闹搬家2》是最新的，在奇怪的地方搬奇怪的东西，还有传送带、传送门这些神奇机关，感觉更搞笑、更快乐了。8月15号刚刚发售。第9名，皮库尼库，画风可爱又魔性，很像 PSP 上的乐克乐克。这是皮库，一个红色的史莱姆。皮库穿皮库，不是史莱姆，而是北极兔。这个就是尼库，你俩用这两双伸缩自如的大长腿踹人、踹东西，勾住绳索来闯关，以及互相伤害。双人模式是单纯的关卡制，9个玩法各异的关卡加1v1篮球赛，非常欢乐。哦，翻掉了，箭头把弄翻，哎，车掉了，哎，我车呢？如果你想玩纯可爱的，那我推荐第8名，星之卡比探索发现。一个扮演卡比，一个扮演戴头巾的瓦豆鲁迪。瓦豆鲁迪没有卡比那些吸收和漂浮的功能，但也有自己的独特战斗方式。这个双人模式很适合父母带着小孩子一起玩，动作简单，画面可爱，非常家庭友好。如果不习惯 3D 的视角，还可以试试横版的星之卡比 Wii 豪华版。如果觉得双人卡比还是太简单了，那我来推荐一个又可爱又有难度的游戏。第7名，面包和年糕。小企鹅真是太可爱了，画面很有蔚蓝的感觉，也是平台动作，也是爬雪山，这么可爱，爬的应该是雪糕才对啊，但是玩起来很难，但不是像蔚蓝那种难，而是像绝地求生。两个企鹅之间拴了一根绳子，相当于一人控制瓦罐，一人控制锤子。如果没有默契，就会互相扯后腿，谁也走不了。跳高需要1、2、3一起跳，跳远需要一个企鹅把另一个荡过去。这玩着玩着掉到了起点，真的很想自我了断。还好游戏有辅助功能，这个自己给自己放检查点的功能基本就是避开的，拯救濒临崩溃的友谊。熟练了以后还挺好玩的，一路1、2、1，一路插旗，很有成就感。第6名，代号探戈。谁没幻想过成为一个身手了得的特工，听着智力超群的黑客的指引执行机密任务？这不，机会来了。代号探戈就是这样一个双人搭档扮演特工和黑客的游戏，在互相不看对方电脑屏幕的情况下，通过语言交流完成任务，比如破解 IP 地址，在火车上寻找藏匿的杀手，拦截暗杀名单等等，听着就很爽。但是你想象当中的黑客和特工是这样的？实际上的你俩可能是这样。这个坏人应该已经发现我不对劲了吧？我在他面前站了那么久，哎，又按错了，紧张了。既不身手了得，也不智力超群，这是在电视剧里都活不过第一集的程度啊！通关游戏只需要3-4个小时，和朋友一起玩一下午刚刚好。
代号探戈需要两台电脑联机，如果你们只有一台电脑，可以看看这个比较类似的，也是非对称解谜的游戏，还是一个月底要出的新游戏。第五名 How to Escape， 只要一台电脑和一部手机，无需联机，你和你的朋友要靠说话快速交换各自掌握的情报脱离险境。如果你是和你的对象一起玩的，那就要注意了，在游戏里你们俩要扮演一对兄妹。你们两个是亲兄妹呀。妹妹被困火车，哥哥通过手机和妹妹交流帮助妹妹逃脱。这个手机 APP 获取谜题提示的方式就和真的手机一样，发短信啊，看照片，听录音，还有安卓手势解锁，代入感很强，加上时间限制，感觉心脏会紧张的砰砰跳。兄妹设定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我还是要郑重推荐两个适合真情侣玩的游戏，一个就是第四名 Haven 避风港。这个游戏我以前详细介绍过，是所有双人游戏里最最最甜的游戏，不是情侣的话就没有必要逼自己玩，但只要是情侣没有不喜欢的，因为所有的剧情设定对白都是为了二人世界加深伴侣感情去设计的。在遥远的星球上只有你和你的爱人，你们会做什么？外出探索、采集、战斗，回来做饭、聊天、睡觉，一起抵御寒风，一起享受温暖。无人星球不再孤独，末世生活也能尝出甜味。再引用一下我自己过去说过的话，避风港这个游戏真的很适合不方便外出游玩的人们，宅在家也可以很幸福，因为爱才是永久的避风港。如果说避风港讲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私奔的故事，那维度分隔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狗粮。因为游戏里角色在快速旅行时会变成蝴蝶，不过你看这画面这玩法怎么看都是现代版的森林冰火人，虽然人物动作有点糙也没有中文，但这不重要，玩起来会专注在如何利用冰火分界线解开谜题上，体验动脑的快乐。说到情侣，我的美工小同学听说我要做这个视频立刻就来劲了，推荐茶杯头啊，我和我女朋友玩得超开心。你女朋友很强吗？没过强，那她一定很爱你。因为茶杯头单人玩还有可能过关，双人玩那是第一关过去都难啊。如果你喜欢类似的，我会推荐相对简单一点的本地多人街机游戏。第三名，忍者神龟施莱德的复仇，本来就适合两人以上玩，难度也不高，轻轻松松就能打得眼花缭乱。介绍到现在的双人游戏都是比较阳光明媚的，但我知道有的朋友就是喜欢有一点吓人的东西，所以第二名，黑相机心中魔。这是一个微恐怖的互动剧情游戏，你要跟随纪录片摄制组一行人的脚步，探索诡异的谋杀酒店。联机模式下，两个角色一方的游玩进度和选择会影响另一方剧情的分支，你的角色能不能活下来得看你队友 QTE 的动作是不是够快。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恐怖游戏，但他没想到还是有狗粮。序章就让玩家扮演一对新婚夫妇，在酒店套房里打枕头大战。主线剧情那就更厉害了，五个主要角色能组成两对 CP， 一对情侣，一对鸡。黑相机整个系列的游戏都支持多人模式，到现在一共出了四部，棉兰号、希望镇、辉明剑、心中魔和最新的栀子路 VR， 剧情之间不是连续的，喜欢惊悚口味的小伙伴可以一试。第一名，双人成行。毫无疑问，如果你特别钟爱双人游戏，那就不可能也不应该错过双人成行，不仅好玩，而且绝无代餐，连同制作人自己的前作 A Way Out 也无法与之媲美。回想起我当时找了两个老公来玩，还是非常快乐和欣喜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游戏，把两个角色的游戏体验都完美照顾到，为了同一个目标做不一样的事，也不太用等对方，配合还很好，又有挑战也有游戏性，故事还完整，规模也不小，相信有了双人成行打了样之后，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精彩绝伦的双人协作游戏出现。还没玩过的朋友，真的你们要是不玩我会伤心的。 OK，刚刚盘点了十多个游戏，都是我觉得相对不旧、品质又好，又非常适合两个小伙伴一起玩的。其实要说最近的新游戏，还是要荣誉提名一下《皮克敏4》和《博德之门3》这两个游戏也有双人合作。《皮克敏4》是本地就能玩，第二个玩家可以操纵一个光标扔扔东西协助一批；《博德之门3》最多四人组队冒险，一起做选择，一起战斗。好了，最后祝大家七夕节快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